们学校。今天天气有点阴，在下雨了。整理，我们要搬出去外面了，搬离宿舍的。这是我的美女室友。哦，你是黑的，等一下我帮你打光。哦，开始。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，我能给你的就是我的。哎。哈刚他叫垃圾桶，垃圾桶。当女生来到了屈臣氏，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是你吧？迷春姐。我们住五楼，这是我们的宿舍。很多人在搬家，所以很多箱子。无法理解你们这种，就是对。你好，我是右脚，我是左脚。我们等一下要跳舞喽。好的，大半夜的我们在做些什么呢？我们呢在帮大大搬家而夜游金门大学。今天是我们在宿舍的最后一个晚上咯，拜拜了。生活了十个月的地方，这里是我的位置，第二床。再见了，那充满鸟屎的地方。冷气，但一度五块，好贵。哦，我要把这张照片带回去。回家了，拜拜。好了，我要关上门了。哇，宿舍好便宜，外面好贵。放大特写，你很机车耶。哦，水美女都是经得起考验，好不好？是啊，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。
在你家好短好，我 TVBS 主播，谢谢。